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照中尊，皈依淡摩利约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照中尊，皈依淡摩利约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自从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照中尊，皈依淡摩利约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675页，675页，对第五行看起，佛陀最愿发音。请看经文，弥兰七回，转向观主，何用？无量微妙音声，一闻佛法精声，何乐灭声？即舍即净声，无生无灭声，十力无异声，一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益声。咱看念落的注解，有段有面的这段经文，说明这篇经里面最严妙法啊。公言无情说法之妙地，言有说明的意思。啊，有表演的意思，表演是水啊，看水。这不可思议，说明呢是世尊给咱介绍，给咱啊讲解，无情说法，水是矿物，伊无。分别执着啊，分别执着是情，叫做情执，罪无。但是伊的说法，会当啊，行顺众生，众生爱听什么，伊就说什么。老罪或者声音，声音听着佛法啦。你生舍极乐众生之善根，说法的目的是要帮助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众生，善根啊，赶紧啊，生舍，善根生舍就会成佛啦。这个就是
转发的目的，为什么转发？啊，这件代志，咱就知影咯。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叫世界一一法，拢嘛是啊，阿弥陀佛的变化，众生的念头感应，真正是想什么，阿弥陀佛就来应什么，感应就高，不可思议。依然最新世文活泼河龙大埔是越南，现在啊，经内面就讲咯，依然是水坡啊，是水坡。这回只是缓慢，回是回转回流，这个水就亲像这个圆形的这款的，是回流。那地球嘛是安尼，地球还有内面的水呢，也是回流。过去这航海家怎样，趁着这水流的方向，用这个帆船，也当达到伊的这个目的地。那是讲唔知影讲，这个海洋的流向呢，你就无办法啦，行动啊。水池内面毛回流大概无大，因为面积小啊。啊，如是大的水池啊，亲像西方极乐世界水池啊。啊，面积呢，十秒顺，20秒顺，一秒顺算最水是40里，啊，十秒顺就是400里咯。啊，20秒顺就是800里。啊，中国洞顶湖，过去呢，讲的是800里的洞顶，你伫内面像海共款。因为咱的零件，目睭会看到的边缘是30里，30里外面地球是圆的，就看无了。所以讲海上所看到的啊，拢同款，只是海上的浪较大，比湖的浪较大。水波起缓风浮。啊，互相逆通，旋转成波，这是咧讲水内面波浪的形成，这种的现象，咱会当啊理解，因为伫咱地球上会当看到的。古文转向灌注。水波相击，最明显的是瀑布。不管是大水，瀑布拢嘛有声音呢。啊，瀑布形成是水源伫顶面流落来。下面可能都是河流，可能是溪啊，水对顶面流落来，有音声。幻微妙隐匿之声，咱这个世间，溪啊的流水，水的瀑布，声音嘛真好听。其声之种类无量，微妙亦无量，
果愿好用无量微妙音声，所言无量微妙者，一令公说无量妙法。妙地即地啊，这是咱这个世界上无的啊。南方世界啊，真少听讲啊。啊，音声伫咧说法，会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功德都伫即地啊，下面都甲咱介绍咯。佛法精舍，佛法精舍三宝，清扬三宝，赞叹三宝，最本来讲，文是音者自然该心念佛、念法、念经之心，对三宝升起恭敬心、仰慕的心，啊，对恭敬仰慕道的心、学习的心，向伊那学习啊。啊，学佛的觉，学法的正知正见，学经的清净慈悲啊，这个念佛、念法、念经，佛罗密是梵语。反正中国的艺术极度彼岸，国家其实翻作到处里了。中国有这个、这个俗语，讲代志那做个真正圆满的，叫做到家了，功夫的到家了。印度啊，恭喜波罗蜜啦！啊，所以到彼岸。到处的意思，也反作多无极。这个意思就深一层咯。啊，简或多，简单来讲就是多。迄是事究竟，一项代志做到究竟圆满，印度人讲波罗蜜啦。所以啊，波罗蜜含义真阔。以菩萨之大行，能究竟一切诸行无化他之事，故名诸究竟。这个菩萨呢，即地咧讲的大行，说明讲伊毋是普通菩萨，发心菩萨。啊，发心菩萨诸行，那是念念不离十不六害，那也都是念念不离正定正觉。啊，或者是《大乘经》里面上讲的一切种地啊，如来故地上种着的啊，理性、声闻甲缘觉，因啊种着的是一切地，菩萨种着的是道种地，佛所种着的是一切种地，一切种地凡物啊，称为。三不六啊，迄、那个海是形容智慧无穷无尽无边际啊，形容智慧
用海来形容呀。啊，大行菩萨呢，是发心大师，也就是十宝土内面的菩萨，住在十宝土有41个阶级，这是大行菩萨。对弯高初珠起高顶角，包括是珠是形是背向是底，就是这40个位置，各加顶角41个位置。所以说41位发心大师住不透，不透的是十宝庄严土啊。啊，因为这地提升自己的阶位啊，啊，对初珠提升到二珠，二珠提升到三珠，经历41的位次到顶格，顶格个提升就成佛啦，成佛都未大地也是不妥咯。啊，成佛就大地的上集功啊，那四土来对上集功净土，上集功来对无形相，那一片光明，那这个光明的相呢，咱呐看无啊。一直都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一法离开上一公，上一公是一切法的本体。啊，咱六根都言未着，本来见分，阿弥陀见分嘛言未着。也未着，所以讲是空，自性空寂，伊无任何现象，有现象那只言会着，无现象是言未着。啊，想嘛想未着，伊毋是物质现象，毋是精神现象，嘛毋是自然现象。啊，伊确实存在，啊，净宗啊，都甲净宗是上一公，真有道理啊，上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这叫做上。一切万法拢嘛是生灭法，伊也不生不灭，伊是自性，伊是本体。整个宇宙，你佛法来讲，十法界啊，依净庄严，拢嘛是伊变现出来。那安怎变出来呢？就讲未出来啊！无论是理是思，拢无办法讲出来。佛德教学，关于这代志呢，讲未出来，勉强讲啊，勉强来讲，这人讲一个常识，无办法讲甲甲事实真相同款，你讲未出来，佛嘛讲未出来啊。那佛最后甲人讲啊，为净弘地啊，只有你家己啊清净。你就知影啦。到什么时候才会人清净？经常嘛有讲，啊，第一上啊，啊，你伫是报土，发心41的位置来对正着八第一上，你就知影咯。啊，八第呢，
有你苗岗如来，我的位处啊，你看八地、九地啊、十地、顶格、苗格，苗格是圆满咯，苗格是佛啦，顶格还佫是菩萨。啊，最高的阶层，我的位处啊，因啊对有诸法实相，特别啊是诸性，诸性的真相是什么呢？这个时阵你知影咯，完全是用定功啊！定功到究竟圆满，是自性本定。然后慧能大师开悟时阵，甲人讲：，佛具自性本无动摇。那就是自性本定，啊，初住菩萨怎样？无证到，真正证到就是十八地以上。所以啊，因有能力。啊，真正达到究竟一切诸行，这就是证到妙觉故位咯。啊，真正得到了这个无上正定正觉啦。啊，无上正定正觉只有这个位处妙觉，正定正觉的位处真多。四十一的位处拢嘛是，正定正觉啊，这是啊诸多诸行，把他呢，看众生的根性，应机施教。菩萨的心平定，但是众生的根性不平定。菩萨平定时，众生得益无同啊。观佛经上有两句话形容这件代志：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说法是平等，众生听的每一个人的体会领会无同啊，心清净、心真诚的领悟也较深，心朴素领悟较浅，无同的啊。这个道理咱明白，咱伫学校里上课，一班呢有几十个学生。一个老师在顶面咧讲课，学生在下面咧听课，领悟都无同啊！啊，有人真正听有，有人也是听无。啊，听无一句问，老师都要特别解解释。啊，所以听都无同啊。同一个班级考试，你看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无同啊，无办法，大家拢第一啦、啊。啊，说明众生根性天差万别啦、啊。这啊，化身菩萨帮助因现象啊。说法嘛是千差万别，因为什么心得到就现什么心，
所现的是应化心。那时间哪较长呢？是应心。时间哪短呢？是化心。化心嘛，非常了不起啊！啊，咱来看一份老和尚尼泊里面有记载。啊，虚老和尚四十外的时阵，化心调五台山，以调山的功德回向给伊父母，因父母过身咯。对普陀到五台三步一拜，安尼调山。行了三年外啦，三步一拜，你讲一天会当行几里路呢？三年外才到达五台，在路中呢，捌生过两摆病。啊，破病的时阵，拢伫咧旷野，行下山路。无人咧住啦，这时阵病倒要安怎呢？啊，真拄好，拄着一个咧讨饭的，来个救。啊，两摆破病的时阵，拢嘛是这个去家来个救的。啊，两摆时间呐、啊，加起来是一个月个。伊个乞家是啥人？文殊菩萨啦、啊。文殊菩萨现一个在讨饭个乞家个身份去度伊啊。伊老个兄弟迄所在看到这个乞家，伊袂怀疑啊。为什么呢？这个乞家是孤母。定数啊，四国的游通的啊，土崩啊，来吃啊，在山顶找一些草药啊，来个医病，病医好了，会当去拜山，去拜山咯，这去吃就走了。第二拜个破病，搁再拄着。啊，头一拜个第二拜，旧历时间是一个月个，无长啊。应该是头一拜病还未完全拢好咯，伊就真感谢这个乞家，唔免照顾，伊慢慢来拜。那一个月个时间，搁再发作了。啊，可见呢，菩萨应化心。啊，迄是化心，化心买蛋啊，介伊啊多啊，十几二十公，化心啊，这个时间是久啊。有人看到佛菩萨时间啊是真短，几分钟，十几分钟。啊，我伫台湾啊，拄着刘邦多老技术的夫人，那伊过去住伫南京，拄着讲怪事。而且空前都在胜利，我们好好改善咯。服完，个人登记，个人来处理。啊，周先生是我们的校长啊。
那叶夫人阮称伊寺庙，人非常慈悲啊。阮同学对即个校长啊，甲夫人，都甲看做是爸母共款呢。伫战争困难当中，伊照顾阮啊，是无微不至啊。啊，迄个时阵学校都是一个家庭。好像有一群外人，啊，无一个同学对老师啊未感恩，比爸母照顾更加周到。校长啊，大公无私，啊，对学生的爱护超过伊家己的利禄。因为受感动啊，这一生拄着这款好人，啊，寺庙甲我讲，你在南京那段时间，有一个出家人来到了化缘，那时阵伊无信佛，无宗教信仰。伊问讲对倒来，一个出家人讲伊对九华山来，问伊要来创什么？化缘要提什么呢？五斤香油，无做五斤香油啊！伊无可以啊，啊无可以，这个和尚就走了。走了后，伊感觉奇怪，为什么呢？啊，伊。住的那间厝是四合院，是三套的啊，四合院，那厝真大咯。每一栋厝前后拢有亭呀，外面是大门，无人开门。伊是安怎入来呢？因兜我有捌去，南京的厝我捌去过。大门内面有一亭，真侪树啊，种真侪树啊。内面都是啊，礼门。你个时阵这是客厅，啊，客厅后面这是大厝啊，真大间的厝啊。伊啊是安怎入来呢？啊，人走了，门也是关掉，伊是安怎出去呢？安怎找嘛找无啊？这个代志定定啊，藏在心内。来台中拄到李老师，把这个代志给李老师报告啊。李老师讲啊，那是啊，地藏菩萨啦、啊，伊后悔不得了。地藏菩萨现身来引导那个化缘啊，从此以后，伊啊，达刚服侍地藏菩萨，念地藏经啊，非常有感应。伊的大悲咒啊，伫台中真出名，一百遍。还什么呢？真正大悲心的感应啊，不是别行的。啊，这杯水是几千遍大悲咒的加持，两个人啊，真心恭敬，产生不思议的效果。啊，原因在这地啊。啊，寺庙跟我讲，这块书的引导停留的时间大概是十几分钟，较无二十分钟。这个、化身时间啊，短咯。文殊菩萨化身啊，做乞丐，照顾稀老和尚，时间较长。甲伊啊，做伙住十几天。啊，对于这地，咱都知影咯。以度众生，化他之事，都有这能力，这叫做事究竟。
伊这事做甲真圆满。地藏菩萨化身，甲张师妹见面，这是甲伊正成君啊！伊这一生当中无拄着佛法，过去生中甲菩萨有缘。菩萨做这示现，伊来台湾拄着李老师，听李老师讲经教学，缘成熟咯。啊，伊往生的时阵，黑化有300多粒的舍利，在家人有遮侪舍利，而且这个舍利非常好，真罕哩有诶。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啊。啊，人非常慈悲，啊，阮学校的同学，迄个时阵同学真正感情真好，为什么带到阵啊？一个大家庭，同学拢嘛是兄弟姊妹。大汉的同学照顾细汉的同学，啊，老师、校长都跟咱个爸母同款。啊，真心和睦相处啊！啊，若是讲无战争，啊，就无这个学校，这个校所收的流氓学生，爸母拢无伫身边，无人照顾，国家收养来照顾。啊，抗战胜利了后，甲家己家乡联系，厝内有人呢，有爸母亲戚呢，你就会当啊，转去咯。伊讲身处大行，另有啊生死之初缘，到涅槃之彼岸，故名到彼岸。了生死，出三界，正涅槃，这个到彼岸。啊，因处大行灵道，诸法之公愿，故名道无极。这个大乘法，会普度一切众生。因那成色呢，不一定会帮助伊正果。注意啊，知影，往生极乐世界定有是啊正果，这个功德啊不可思议。啊，无成色呢，帮助伊啊提升。啊，已经有善根呢，帮助伊啊增长；啊，无善根呢，帮助伊啊正善根。普度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无学佛呢，反对学，反对佛法呢，即无善根。要安怎改正贤君呢？啊，正贤君可以看到佛像，听到佛的音声，就是三宝音声。啊，看到三宝的形象，这就是正贤君了。这一生未当成熟，来生后世啊，阿赖耶来对这种经济啊，叫做金刚经济，永远未歹。
啊，葡萄啊，啊，咱念佛，念出声音真好，为什么边有人听到？听到，我的精进的境地阿赖耶识来对起咯。啊，出家人虽然讲无好，做做真侪不如凡的代志，但是形象，互人即看，啊，就动即念头，动什么？即佛啦，啊，即佛的圣根，就伫阿赖耶识来对。啊，如果出家人会行出家事，啊，迄、那个功德偌大呢？安尼咱就知影咯。啊，然后咱听到赞叹啊，三宝赞叹啊，出家人，迄、那个赞叹是真的，毋是假。啊，出家人会当真正好学习，就算讲未当正果，无求往生，来生多半就是大富大贵啊。啊，对对修，对佛门当中修诶。唔是伫佛门内面，你修的这个仙啦、啊，还无遐大。呀，佛门内对这个，无论是仙是恶呢，拢嘛是大仙大恶。啊，大恶内对伊嘛是有仙。为什么？个真正做人啊，进入这个佛的境界啊，这仙啊。这个仙连伊家己都唔知呀，但是有仙的果报，啊，伊也佫有恶的习气，但是啊，伊有大富大贵，会变做甚物？应该都拢有讲，修罗罗刹，啊，修罗罗刹拢嘛是大富大贵啊。脾气真正歹啊！无德行，爱斗争，啊，介意的，爱好上一杯。伊就会杀生，也杀人啊！来障碍一切，因为嫉妒心真重，障碍别人行善，伊就这会业。那修罗罗刹拢嘛享福，不过福享尽了了后，麻烦就来了。也来世啊，对三道啊，就是第一世修好，第二世啊享福啊，享福时来造业，方向尽咯，恶业嘛就现前咯，就坠落啦，就三世完，到第三世果报啊，都无讲真好。第二世果报真好，佛的经上甲咱讲这话，咱爱也相信。佛啊，无妄语，佛嘛未甲人讲滚笑，佛的话，逐句拢嘛是真实的。所以呢，会当啊
去听到的，会当拄到经典呢，这拢是有大福报的人，甲富大姻缘。那过去听有，搁看有，依教奉行，啊，这个福德就搁较大咯。啊，咱今仔拄到就是佛门来一对无比殊胜的第一法门，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这个叫做一生成就的法门，成就什么？啊，成就佛道啊！换一句话讲，一生成佛的法门。咱拄到这个，这不容易啊！家己都爱哟，好好把握这一生，决定成就，就是决定成佛，这一点未假。啊，安怎艰苦，安怎困难，嘛爱家己啊，忍受过去啊。信愿持名绝不退转。这个法门真正叫做道无极，知识知知者停止之意，自知有地理不同呀。这字的意思，佛陀经常佫讲咯，自心一处，即是停止，把这心停止伫一处，无事不办。停止伫一处，就是定。人的心只要定落来，就会无事不办咯，定心慧啊。所以佛来修学对有定，看个非常的重。那大乘法门八万四千，有能力就拢总包括咯。这能力是机关，拢包括咯。只以心停止，停止你的所在，过万四千法门，无论多少的法门，你啊选择了后啊，你迄个心都要定在这顶面，你就会成就。那今仔讲介意这个，明仔再介意迄个，定定伫咧换，迄个害咯。啊，你一生。一门都未当成就，为什么？学了太多了，杂修啊！啊，你想要门门拢通，门门拢通嘛，都要专修，唔通杂修。我讲得非常好，这一门算是一门，一门修通，门门都买通，其他唔免去学，拢会通。啊，一通一切通啊！为什么通到自性啊？这个是通啊！啊，通是以什么做标准？明心见性，用这做标准啊，见性了后拢嘛通咯，因为这话拢嘛是自性变现啊，只要你见性，无一法未通达。哪有一块未通达，你就无见性。啊，慧能大师见性咯，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问伊伊拢知影，你无问伊唔知影，伊是不是清净平等？你问伊什么拢知？
这道理真深。一般人未晓呢，古人啊，知影这个道理，伊唔知啊，伊知。为什么？讲的人真多，出家法师有讲，在家居士嘛有讲。有路的人嘛有讲，有道的人嘛咧讲，啊，所以这个社会上，大家人拢嘛知，即拢嘛知影这道理。啊，中国古早时阵，提拔人才制度非常好，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袂着。中国人用科举制度，啊，你是一个农家的子弟，清寒啊出身，你书读啊真好，你门清丽，啊，你参加科举，你啊考中进士，考中状元咯，啊。国家马上就提升起来了，唔免讲任何的关系，所以是现在韩从一顾啊声明，顾就是参加考试，考试及格了就声明了。啊，考试的人这个名册立刻就送去皇帝呀。这方向就看到了，看到也条件，然后就会给你一个职务啊。啊，考中进士。皇上啊，这个面试，如果答的问题，拢让皇上真欢喜，啊，真可能马上就会当任命你去做一个知府啊，一个知府管十几个官。啊，现在任命你去做金车，代表皇上考察地方的一寡政治的这个设施，向皇上报告。这地位啊，真悬咯，真特殊啊。啊，地方的官员无一个袂来接待你，这位拢嘛是咱有看到的，历史上记载真多啊。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伫咧讲：“万般皆下品，唯有啊读书高。”啊，嘛有真多。有才华，书读个真好，参加考试，那么考不掉。那一生呢，那么是老秀才，秀才哪要个气气呢？啊，伊对，伊考试都考不掉啊，这种人真多啊。咱有看到卢靖仪无造心计，卢靖仪就是秀才啊，伊真有才学，
何是每逢考试拢落地？心内万分啊不平啊，拄着造神，造神啊，爱世间神啊，也献身给伊啊说法。啊，甲伊说服咯，唔是讲考袂调，是伊啊做作真侪不善啊，表面上那像无心，有万分心，有五万心，有嫉妒心，有这些物件啊，你考袂调啊。所以啊，你是自作自受，哪会当去怨天尤人呢？怪上天不公平，你连上天都得罪着咯。你还佫想要发达咯？无可能的代志啊！啊，袂安怎呢？改过自新啊，真正叫忏悔，你的命运就会转好啊。一片物件真正有启发性。啊，读到这物件了后，咱就肯定了。任何一个人一生命运是自作自受，决定啊，甲别人就无关系。别人要障碍你，要陷害你，你会当咩接受啊？按照讲，咩接受呢？卖万分意啊！认真反省，我一定有个性，伊才安尼对我。啊，伊啊无个性，我有个性，安尼就对啊。你就真正会当改变你的命运。啊，对哦，这些人。啊，诽谤你的人，侮辱你的人，陷害你的人，障碍你的人，拢爱甲伊看做真正的啊善知识。啊，逆境呢，恶人会当啊，忍受啊，受忍了波罗蜜。啊，无这个境界，念力是免他修呢。在这个境界内底，真正看到了，真正会当念。啊，不怨天不尤人，只怪啊，家己过去生中修了无好，或者是在一生当中细心去反省，敢有过慢无？有嫉妒无？敢有贪婪无？啊，为什么去得罪这些人呢？一定是有原因的啊！要真正忏悔、忏除业障，家己啊，修功积德啊，来个回向好因啊，对因这些找麻烦的人呢，障碍的人。那无万分感恩，为什么？真正提升家己的境界。啊，无这个人来给你接我，你哪会成就呢？你会在这个境界来对心平气和，培养你的慈悲，表现你的真实智慧。后面呢？后面有大福报的等你啊！啊，所以福报家己会当修的啊，无福会修福。万年享福，这是真正福报啊！年轻人吃一点苦是不要紧啊，家己有体力，会当饮一滴过去。年老的时阵，那是讲无福啊，真正可怜咯。
这个未当唔知影个啊，所以福爱老家一个晚年来享受，爱老家来世来享受，安尼就好啊。啊，苦都爱现前来修，无希望来世再修。啊，来世有大福报啊！咱来世的目标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拢嘛是好人啊，极乐世界拢嘛是有德行的人，拢是有智慧的人。啊，伤天害理的代志绝对唔能去做啊！啊，违背伦常道德的代志绝对唔能去做。啊，这个咱学佛咯，有传统文化咯，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落来啊，古圣先贤留落来，咱来向伊来看罪，来向伊来学习，安得着啊？啊，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阵，大家都嘛甲叫做是忍辱仙人啊。啊，伊拄着高丽王，高丽是梵语。啊，高丽王就是中国人咧讲的。暴君啊，啊，性情暴躁，容易发脾气，真爱杀人。忍辱仙人去拄着伊哦，伊也对忍辱仙人非常的不满啊。问伊讲修什么？就忍辱，好啊！忍辱，试看卖，会当忍未？甲身躯挂一块肉落来，是毋是会当忍啊？会忍，佮挂，一直挂到伊死，迄叫做凌迟处死。毋是讲一刀甲你害死。那几十刀、几百刀，慢慢互你修。就是问伊讲会当忍未？你讲未当忍，我都未甲你抬啦。你会忍，我就甲试看卖。到最后，忍到底啊！最后啊，死的时阵，甲高丽王讲：哇，对你无一丝毫怨恨。哇，将来幸福头一日来度你。那释迦牟尼佛成佛咯，忍辱仙人成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头一日得到调定如尊者，就是迄个时阵的高丽王。佛讲未算话啊！啊，佛为什么发愿头一日要度伊呢？是伊成就了释迦牟尼佛的忍辱波罗蜜。电工是来考试及格通过咯，那无伊这种的考试，忍辱波罗蜜就未圆满。这个忍辱最后的考试，世尊啊顺利通过咯。啊，功德呢提前成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显劫千佛之一。这个大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第四个。原本释迦牟尼佛是排名第五，
第二是什么的菩萨？因为伊临了波罗蜜圆满，伊就提前咯。那弥勒菩萨啦，做一后波佛，也提前成佛，那是高丽王啊帮助伊啊。敢未加感激呢？敢未万分你咧未用你啊？人生就你临了波罗蜜呢？啊，世间人啊，唔知影，诸佛菩萨知影啦，天神知影啦。那你所得到是如何赞叹天神用待啊？这是啊，偌大的福报啊！那讲起一念清净心完了，一切拢完了，这看摩尼佛嘛未成咯。免讲这个第四、第五，伊佛就未当成咯，伊还佫有万分心。万分是严重的烦恼，伊就对路咯。所以咱至尊向前进，绝对唔当去后退啊！家己一定要知影，每一工伫这世间，受人的气啊、腐蚀啊、消业障啊。对骂你的人、恨你的人、不喜欢你的人、糟蹋你的人、给你为难的人，都要存报恩的心。为什么？业障。伊为什么对别人袂安尼？一定是过去我对伊不善啊。今仔日用这态度来对我，我感恩啊，我原谅，这个结就化解了。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还明白这道理。你按你去修学来讲，甲佛就相应咯。佛菩萨也欢喜啊！啊，别人随便按怎批评无所谓，还是凡夫低贱啊？不是啊，佛低佛贱。然后都转来呢，咱对一切人一定要和善。那唔通随便去糟蹋别人啊，随便去为难别人啊，就是不善啦。虽然讲伊未怪我，伊是菩萨，伊未怪我，伊未怨恨我，咱的性德有亏啊，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侬，如果那是讲积恶啊不犯。唔通人回头，将来你也三目度。啊，因果经啊，未通讲无读。啊，世尊啊，讲因果，拢你这个一切。在《消行经典》内底有讲的，无专攻这个物件，啊，咱也写了真多经典，啊，这阵代志哦，真多人啊，拢疏忽咯。啊，我是拄到新红，阮的故乡安徽罗岗县的新红，附体来新加坡来找我，啊，讲出我细汉时阵
你故乡的一款代志，这代志是无人知影，也讲出来，证明伊是真的，唔是假。啊，我细汉一款代志，连阮小弟都唔知影，伊兼我六岁。只有阮老母知影，姓洪知影，我相信咯。然后我问伊讲：“你找我有啥物代志无？”要求我恢复姓洪庙，我讲这代志我做未到啊。这是国家的政策啊！我迄个时阵在新加坡，十几年前啊，1998年、1999年的代志啊。我讲啊，国家的政策，那是个分的寺庙，过去有诶，会当恢复；新庙是未当恢复的。伊知影，呀，我讲这要安怎？伊就甲我讲，圣方庙的作用啊，因果教育啊。伊讲阎王殿，你敢也会记哩？我阁会记哩啊。啊，圣方庙我去过真侪摆，我老母一年总会去圣方庙去烧香，带阮这囡仔。阎王殿内面是泥塑的啊，就是讲地下的变相，看到塑甲非常好，泥塑。甲我讲，唔通做歹代志，做歹代志，你看古报骗人啊，讲假话，做做是非的，不屑地下。你看，迄小鬼，即、这个做罪人，最只个扮出来，用刀来个割，用铁镐来个揪。我印象真深吗？我很会记你啊！伊讲即个会当多真多真多人，我讲我知影啊，所以伊希望讲阎王殿。十殿的阎王，是不是上加以做出来？迄个时阵都好是新加坡技术林做外面的院墙、外墙啊啊，外墙外墙的当中，拢嘛有砍这个浮雕，石头浮雕，伫福建会员挖做的。内面来拢嘛是佛教的故事，我讲是毋是人甲即个十殿阎王，甲雕做即个像伫即个墙壁顶面。圣王听到了后，伊讲迄画画嘛会用哩啊，讲迄画画就更方便咯。这是提醒我，我讲安尼好，我有一个同学是即个画家当业主。伊讲画好啊，画的时阵伊讲爱复制，来印出来，因为我改啊，分发去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精装协会，那那全世界大概是有100多个精装协会，每一个精装协会收藏，一年展览几摆啊，展览一两三摆，好大家看。这个主意非常好，所以我就找江业主为这个啊地下变相图，根据道教的这个《玉历宝钞》，根据这本书为的，你佛教内底找无这物件，无材料，
肥好了后，我就啊做复制品，复制品啊做真多啊，流通伫全世界，就无按成方的愿啦。啊，而且我就想着讲，世尊49年讲经，一定啊讲真多，我就去叫三个同学。刘二洲查大藏经，甲大藏经啊内底有关这个因果报应的，拢总抄落来，连做一本书。即个啊，咱有一本啊，连做一本书啊。即、这个题目就是《诸经》啊，《诸经》佛说地狱之要。啊，25种经论来对，即录出来写做一本书，这是地狱变相图了后，我做出来。我希望我将来有这画家，佮画一幅地狱变相图，根据佛经上讲的。啊，业力不超也无错啊。伊故讲真多，但是什么因造成这款的故，真多拢无去讲到。那佛经是甲因甲故讲啊真详细，真值得啊！用心过来为这个地狱变相图，这是佛教呀。啊，因果是真的啊，不是假啊。善因善果啊，恶因恶报啊。啊，所以咱的心，哎呀，只有善。中国古人讲，只有啊，至善。啊，善到极处，善到圆满，这叫极善。叫做祭仙啊，中国的教育，大学制度三纲八目、总纲领三条，第一个仁德，第二个亲民，第三只有祭仙，甲佛法讲的拢是同款。啊，明德呢，就是自性。三字经里面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只有自善是善恶的善。性本善，这个善是赞叹的呀。啊，比善恶的善啊，个关太多了，无法度形容。所以本善本善，伊个善是圆满的啊。啊，佛法里面讲的啊，如来智慧的相啊。那才是祭仙。啊，心脉放伫倒位呢？啊，咱现在咱知影，咱呀净宗的啊祭仙都是阿弥陀佛啦。咱呐，把心放伫阿弥陀佛的顶面，心内啊真正有阿弥陀佛。最来啊，真正念阿弥陀佛，一句一句就未间断，都是啊，只有自性。
啊，机关呢，机就是钉，钉在阿弥陀佛顶面。观啊是明了，是慧，智啊是定，观是慧。智慧照见一切法的啊真相啊。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呢？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啦、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甲咱讲呢，善人是佛，恶人嘛是佛，只是每我无共，善人甲恶咯，明白咯，恶人无共我好多啊，伊才会做，才会不善业啊，那伊会共我未？会共我？因为伊有果报啊，受果报伊就感悟了。啊，必受果报受满呢，伊就当离开恶道，伊过来人间啦、啊。来人间就看缘分，哪个有缘分好，都是好的父母啊，的家业啊。有了好的老师，伊就变作显灵，是不是变作圣灵？啊，那是有了父母无好的啊，啊，所好教育，有了老师嘛无好，该带去邪路呢。啊，无教伦理道德，今仔日的这学校就是安尼，学生会晓做代志啊，袂晓做人。啊，偌侪企业家想要请一寡人，无得找。啊，博士真多啊，会做代志，袂晓做人啊。啊，企业头家都唔敢用伊啊！啊，所以呢，教育的理念、教育的内容、教育方法太重要了。啊，我今天呢发现一个苏里兰卡。这个国家的人完全接受佛陀教育，2500年无改变，真正是啊，佛教文明古国啊，文明大国。你想要看佛教，佛教到底是什么？去斯里兰卡待一个月就明白了。你拢会看到，然后你搁个想看卖，即个佛教住宿要不？你就会当做一个决定。啊，连一寡早年的，即2000多年前留落来一个古迹，拢嘛伫咧。啊，上个难得菩提树，像阿摩尼佛当年就坐伫即个树下开悟的，何做啊？菩提树，啊，斯里兰卡这张菩提树。是世尊啊，坐伫迄个菩提树下内底一支啊，阿育王的查某囝啦，是带来俩斯里兰卡呀，是斯里兰卡种落去就种挖了，到现在还佫伫咧啊。
印度迄个菩提树即卖都无去了，已经也无伫咧咯。虽然它这张树也是真的，那就听讲插枝插花的。啊，这张菩提树2300多年。对于这张树呢，那用同款的方法改啊分枝，所以即卖虽然卡四季拢有菩提树，拢嘛是对这张树啊内底分出来的。那唔对啦，菩提树的品类啊嘛是真多，有伫这树卡。开悟呀，这真值得个纪念，非常的难得。佛家师，这个牟尼佛的喙齿的舍利呀，啊，苏里兰卡有一齿呀。也真的也不是假的，但是有另外一起也是在中国，中国也是有佛家师，最难得的就是佛陀的教化，一直维持到现在无改变。啊，囡仔早起起来的时阵啊，都爱去拜呀伯母，爱甲伯母请安。去好好读书，都爱呀拜老师，这个拜是爱跪落去拜啊。普遍的啊，每一个囡仔拢嘛安尼啊。2000多年的这个啊风俗习惯。啊，所以因的总统、部长看到联络的出家人，拢跪拜啊。啊，全国形成风气啊，孝亲尊师，这是啊德行的根本。佛陀教育的根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孝亲尊师。啊，若无孝亲尊师的心，圣贤人、佛菩萨来教都无路用，伊未吸收啊。也得不到利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上讲的，一份圣经得到一份利益，十份啊圣经得到十份利益，无圣经，佛菩萨加你，你得不到利益啊。啊，有十份圣经。普通的老师来教，你嘛得到十分的利益，你会得到偌济利益，拢嘛看你用的是什么心。那学生成就超过老师，这利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伊也比老师成经。老师在做学生的时阵，只有五分的心境，啊，伊做学生就有十分的心境，当然也超过老师咯。啊，青出于蓝，你啊胜于蓝，这个是事实啦。咱爱怎样？
啊，所以这个字太重要了。但是只有佛教，佛教里面的门派真多啊。那就只有净宗，净宗里面还有真多经论，那就只有《大乘无量寿经》。那照这部经的道理，照这部经的方法，照这部经的境界，认真学习。啊，地址啊，大汉来都有过地址的后有定，啊，就定住咯。啊，无地家的用功夫，你哪会有成就呢？一心一意啊！我甲主有讲过，我每年拢会讲啊这部经，甲大家做一个榜样。啊，一门深入，当时分修，请我讲别项，我都未讲咯。别项的来世再过来讲，这世的就是这部经。那一年讲一遍，我几年就讲几遍。啊，你若问我讲要活几年，我都唔知。阿弥陀知呀，伊什么时阵来接我，我什么时阵来去。伊要来接我，我就讲这经。啊，我真清楚啊！现在人的根性只有这部经，会得到真实利益。啊，无论你今生会往生未往生，拢嘛是得到真实利益。啊，这一生未当往生，来生后世拄到了，你就可能会往生。真正明白的人，真正有福报的人，有善根的人，这一生决定往生，无丝毫怀疑，这会到的啊！有足够的时间啦、啊！啊，一个人对发心念佛到啊往生。三年就是最平常的现象啊！那五年的是决定的得生，啊，真有心，真有愿。知足有对立不同啊！那释迦呢？休息，只观三月，释二家诸恶各观啦、啊，妄念思想啦、啊，就连休息。啊，只观来对是指的这个意思，指对释啊，释灭贪嗔痴啊。困修戒定慧，识别贪嗔痴。识是什么呢？诸恶觉观啊，不是善的觉观。恶人有聪明智慧，伊无聪明智慧，伊就未当去做大恶啊。啊，做大恶还清清白白的人，拢嘛是有大智慧的。你会用错咯，用偏啦，用瞎咯。啊，你看中国历史，历史上这些大奸、大恶，拢嘛是尽
书啊，及得有状元，有榜眼，有探花。朱龙读啊真好啊，何处功名啊？得到富贵啊！讲起来，大家拢知影呀。宋朝的真贵啊，宰相呢，宋朝迄时阵会当复兴个啊，就有一个将军岳飞，那这是英国对有这个地方，这是最麻烦的这款的一个人啊。为什么怕没赢呀、啊？岳飞这队军队是常胜军啊。啊，真贵个台戏啊！啊，这是大恶啊！当年啊，去对地刚，但是我定下伫咧想啊，你若问我真贵现在伫倒位咧，我会甲你讲啊，现在伫天堂。为什么伊嘛有做大好事啊？啊，大好事是什么呢？你去西湖去看嘛，就知咯。啊，会云梦伫西湖，梦境啊，就是这个当上啊，真贵甲真贵夫人啊。另外，还佫有一个，这三个人海角飞的，跪伫迄边。为几百年咯，特别一千年咯。啊，每一个人拢看到是感情啦，唔通亲像这款呢？哇，侪人看到这个觉悟啊，迄就是伊咧修的功德。有一个人觉悟，伊就是做件好事；有一百个人觉悟，伊就做一件大好事。啊，当年做宰相有官啊，当年接受敌人的红乌西，啊，找个牧师要做名计啊，台戏啊，宋朝以后就阁袂当抬头咯。当年伊太岳飞送高中，关键是当伊个咯。啊，岳飞嘛是一个智慧无完满，伊若有真正智慧，应该安怎退休登记做坐禅啊？做什么元帅将军啊？做什么创什么？唔通做啊？为什么？宋高宗的大兄，老爸拢嘛好金林啊，俘虏去咯。啊，伊要甲金林打败，这两个人转来咯，转来了皇帝啥人做？这个人要做皇帝，无希望因老爸甲因阿兄转来。金贵嘛是安尼啊，金贵在宰相坐稳咯，那个飞禽两地那转来了后，啥人要做宰相？做宰相大概是岳飞咯。金家台的用意是伫即地啊，岳飞都唔知啊。岳飞那是知影这情形，
千万唔通去做这代志。这是什么呢？整个局势造成的啊！人有贪心，那尽管夺利，已经嘛提到手咯。一个做宰相，一个做皇上咯，敢轻量和别人？遐下拢嘛是自私自利啊，唔是为国家、为人民啊，唔是的啊，自私自利啊。那个会牺牲咯，但是摕到一个精忠报国啊。啊，所以。何光辉的精忠报国是正面的，伊是正面教材。经过太岳飞的这款代志，这是负面教材。你伫西湖的这阿王庙，你就去看到两个人拢嘛咧教化后代众生啊，一个教人精忠报国，一个教人千万唔能做卖国贼啊。做卖国贼的下场就是安尼死。这种的例啊，真多啊！啊，所以的习主孟廉。这款三里面讲的啊，过色者色出蒙念呀。这就所观啊，你得名，过知识啊，即知观啊。我看到啊，张家大师啊，拄到啊恶佛，都识在这个老人。这个、老人教我看破放下，看破就是观，看破是观，放下就是止。迄个时阵是要用止观，我就听无，也会真多代志甲我解释，我无一定会接受，但是啊，伊变一个名词。啊，这是教学的这个智慧啊，显卡方便啊，无讲止，讲放下啦，无讲观呢，啊，讲看破啊，看破放下就是止观啦。止观第三观来对讲了。发生即念或止，即理相交或观。什么呢？这是发生啊！发生即念，这是公体。发生的啊，本体啊，我就过过就定啊，就是放下了。你去作用，去作用，即理相交。啊，世出世间啦，啊，唔管什么代志，伊拢嘛知，伊拢明了，而且正确无错哦，也是真实智慧啊。啊，那要安怎才会当得到真实智慧呢？先爱呀，修止，爱修定。那要修定，就是大心爱放下。噶，
一丝烦恼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自性的体力都净掉了。其作用呢，这就是观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世出世间一切法拢通咯。你有一项放不落，就是障碍。你看不到真心，但行拢放下。为什么？自性清净心内底，什么都拢无，叫做叫执念啊，无一物啦、啊。就是真心，这是自性。真心自性，人人拢有。这才是家己啊本来的面目。这才是真正的我。这个心给我，又不是真我。真我是发性啊，执念，这真我。啊，所以。我来的修持是戒定慧这三字啊，这三字意思有深有浅啊，阿罗汉呢啊，净个浅，菩萨净就是深的啊，佛所净就是圆满的啊，也都是讲。佛是啊，彻底放下了。啊，顶格菩萨呢？顶格菩萨也各有一分，无始无明时期都无放下。啊，这分啊，无始无明时期那放下勇气了，也就成佛了，也就是妙伽伽如来。啊，所以中伽大师的早年难得啊。我初学佛，头一摆甲出家人见面，伊教我看破啦，啊，帮助你放下，放下就帮助你啊看破，看破佫帮助你佫放下，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对初发心的到如来地，啊，我该请教。是不是有办法让我确立这个佛的境界？伊就这样跟我讲，这样讲啊，我就会当体会，我体会较浅，深的当然未用。我甲伊请教要对倒位落手，伊啊就甲我讲布施、财布施、我布施、无为布施。教我下的不是去下下后面一定有的就愈下愈追你的人转的滴流流啊都爱改那个下掉所以下的这两个意思这个是说你的下后面都有的滴流的按转个滴流要下啊愈死啊都愈追愈追就来愈死，因为唔通有滴的这念头啊。为什么一个性未相应？还是无性的空无一物啦？思想的拢嘛是生灭法，唔是真呢？啊，所以虽然讲是有，有是叫妙有假有，不是真有，那种做梦同款。梦中若有，精神就什么拢无。这些事实真相啊！
啊，在波西当你老师教我，我过去心中都无修啊，在波西，所以命内底无财，命内底嘛无地位。啊，所以命是贫贱，贫是无在乎，贱是无地位。啊，换一句讲，讲较歹听，这名叫做乞食命。你啊，一生注定是爱讲讨饭，就是乞食啦。那该在呢，过去生中大概是有恶分。不是一生一世，恶福啊，这一点啊，这佛法的这缘分啊，这一生过拄着佛法，你佛法来对救着家己啊，啊，老师教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深奥。啊，面对的无财，方法理性需要财啊，无财袂当弘扬佛法啦。啊，方法需要智慧，方法需要健康的身体。啊、所以老师教啊，财布施得到财富，发布施得到聪明啊智慧。每布施得到健康长气修，教我修三种布施，我认真去做，做了62年，老师讲的话啊，完全兑现咯。啊，财施愈来啊愈多，啊，我的财施要去做什么呢？完全做一个印经啊布施。啊，大量印经，我印大藏经差不多接近10000套。啊，四库全书是我买的，我买了102套。四库回要我买270多套。啊，为什么买四库呢？买四库目的是要保存啊，怕中国的物件失传啊。我买了分散给全世界，送给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去收藏。再来讲，虽然有，不可能讲全世界总会留了一挂。我目的就是这点。啊，今日讲诶，藏族名山都未可靠，砌伫石头，藏伫山内，迄只大地当都废去咯。崩山诶石景，我有去看过，啊，800年咯，偌侪人力物力，带伫迄个洞内底，那讲一个地当啊，拢完咯。最好诶方法就讲四季拢有啊。这个方法好啊，总会一挂有留落来。这是我想到的方法啦。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你来建学校啊。言师长无成色，啊，我个人无这力量啊。那是我讲，那就是言行色咯。啊，苏里兰卡要建佛教大学，要建宗教大学，我甲总统建议的，总统啊支持，真正咧做。伫马来西亚，我有建一个汉学院，首相立建啊支持。啊，汉学院培养
有些多的老师啊，培养师资，佛教大学为全世界佛教培养这个方法佛法的人才。那宗教大学，咱呢面对啊全世界，希望宗教变作一家人。啊，这一项每一个宗教是一个学院。你进来对学习的时间，这个学校的同学不敢科学，希望大家也做伙来互相学习，化解宗教内面的矛盾冲突。啊，宗教团结，宗教弘扬，带动全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我行这条路。啊，这条路看起来是行会通的啊！我来专心专力做出贡献，无为家己，为后人设想。我都已经87岁了，看得要到90岁了。啊，我会当做的就是要供无量寿经。除这个以外，我都未当去照顾了。希望讲真正的菩萨罗汉实现在人间，肩负起这个使命，咱也欢喜赞叹，加以宣扬啊！啊，今仔日咱都学习到这地下。